好哩哦。得了体谅，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。当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。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陈素芬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草根普提。对很多男人来说，走入婚姻是人生最重要最幸福的事情。我今天的主角周淑华师姐20岁就结婚，嫁去帮了，大家都说她很好命，每一项事情都完完顺利。想不到十几年了后，她跟先生离婚，人生也开始有不一样的遭遇。师姐是要怎么来面对未来，找到继续走下去的力量呢？咱就赶紧来看今天的故事。来收那个邮筒的信，这么多？嗨，嗨，是礼拜五，很侪。邮差我是就是跟他纯粹跟他送信的，那我还有就是兼那个收头、收信箱安尼，嘿，啊我阁有兼做一挂封花的工课安尼，不是单纯只有送信啦，嘿。伊是孤囝，啊，所以爸爸也感觉讲，伊个性敢若介无稳重安尼啦，去结婚啊，佫是一个查甫，然后一定工作少的啊，啊，惊讲当然是怕我们说啊，去了啊，若无责任感哦，咱会较吃亏，所以就反对啊，反对我嫁予我前夫。我拢感觉即马哈，较会体会着讲，哈以前是人咧讲的话拢是对的，其实伊就是玩心很重，该死。啊，后来就是还有，还有交了女朋友啦，哎呀，后来一个茅屋，对方也有小孩了，所以一开始到离婚茅经过七年啦。
选民都会有一个邮件啊，还要驾这火车来啊，那个来接。他啊，当啊对这站起来的时候，跟你感觉讲，哎，将来唔甲，咱无可能讲甲车站起来月台，除非是要驾车嘛，迄个感觉嘛，就特别呢，真正是乐在其中啊，感觉这个工作我该做啊，足欢喜的啦。这个，对啊，我都讲，我看伊这也不少。好浪费啦，好浪费。请我浪费伊啦。好浪费，看你了。阮放了遮，刚才我一个牛油菜，嘿，足久以前有一个牛油菜，不过伊即摆已经做算做内勤啊，啊，即摆阮遮就刚才我尔。哦，我即马在分挂号，安尼一个一个，就是每一个人走的范围无同嘛。阮放了有十三个区段呢，啊一人负责一区，一人负责一区，啊所以你要家分开。这已经我即久的工课就是拢固定安尼，啊所以我拢知影，已经拢背起来啊。伫个倒一个街啊嘛，拢知影，已经拢做习惯啊。做这个工课差不多14、15年啊，应该是讲高中毕业阵就来做了。因为我较早是迄个球队啦，啊，迄个阮邮局吼，有买女孩子的球队、排球队，啊，伊迄个时阵就欠，希望讲阮会当入来邮局安尼啊，系啊，是安尼入来。因为邮局招募排球队，淑华师姐有了机会，变成屏东地区上早的一批女邮差。讲到打排球，其实淑姐伫个高中的时阵，伊就是排球校队。同时嘛，因为怕白球的关系，苏姐认识到伊的前夫。啊，我们都会在同一个球场练球。啊，练到高中迄阵了，我拢个看伊哦，他拢用家己一个人在底下咧练球啊。我感觉我嘛就有上进心的呀、啊，头是感觉讲哦，就可取啊那样。啊，然后讲话跟怪风趣的、啊，伊那有伊的所在，啊就有笑声的，因为盖有讲笑很能听。然后呢，感觉讲哎，蛮欣赏他的。啊，迄时候我家己嘛是刚。该茫然呢，唔知道要安怎啊？伊个一直啊，希望要结婚啊呢，啊，厝人个反对。啊，其实我自己也是觉得，跟那个盖炸呢啊，啊嘛唔知嘞，啊就感觉讲，我觉得说，看伊安尼盖失望，加上咱家己看得嘛真艰苦安尼啊，然后后来答应啊。每一天，淑华师姐拢会利用中昼休困的时阵，加登去厝的，甲大姐煮咖啡兼开讲。其实这个大姐是大姑啊。原来苏姐离婚了后，并无回去后头厝，伊游玩住伫前夫因家，甲大家官也个大姑啊做伙生活。哇，你要啉咖啡无？好啊，好喝。我困家，你啊，你困家。好啊，关门哈。我买你买咖啡。盖胖。盖胖。嗯，足胖诶。你买来啉这啊？嘿，我拢自己伊拢泡一盖我食，我真不盖好啊，盖油下。这是阮原来大姐的服饰店，阿、啊、大姐今年服饰店来收起来了，阮就想讲，大姐讲，这个空间会当搁利用啊，我就是讲，改用来吼，大家社区里只读书会。之前无在倒来时阵了无，伊拢坐遐，啊我拢坐伫遮，食一条伊啊拢坐伫遮。啊，就有这个，就这边看我的书，他坐那边吃他的蛋糕。我两个是用安尼讲话，他有时候想到什么就讲。从以前我们卖衣服的时候，都是他在帮忙。他是一个耐力，而且很忍让，心地非常软，很柔软、很柔软的一个女人。其实她嫁给我弟弟，她过得不快乐。那弟弟要做什么，她都支持弟弟做什么。可是做什么都赔，做什么都赔，我们全家的积蓄也都赔光了。书法的薪水。也都赔光了。
淑华师姐大姑啊，自细汉就得到小儿麻痹，因为有年纪啊，伊侧弯的灵骨开始慢慢压迫到心脏跟肺部，所以天气变化了较大，伊的喘气都会袂顺。这几年，伊甚至严重到每工要困，拢爱挂上锁。没有在五年，安怎？啊，又安怎？要检查的。没，啊，迄摊底吼，有个药啊，等下腿腿就好啊。啊，我做饭时啊，你帮我做，我点都有感觉。这个机器是会拍一种氧气黑无吼，啊，大姐那个，那个肺部不好啊，阿姨拢爱吃那个支气管扩张剂。功能越来越不好嘛，那就开始喘，喘，然后看医生之后才知道，原来拒绝吃完会伤到肺部这样。那都是弟妹来帮忙。嗯，所以比较舒服的话，他就要帮我洗澡；比较不舒服的时候，因为喘的话，连换衣服都觉得很喘很喘，没办法。刚开始那几年，但很不好过了，因为弟弟不懂事。他以前就是喝酒、赌博，然后他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。后来。最主要就是外面有女人，外面没有小孩，我们都可以忍耐。但是外面已经有小孩子了，总是要做个决定啦。是有一个章，里面有一个戳，啊，我们要盖在这上面，表示说我们有来开这个信箱，这个油桶，啊，这个是十号的油桶，啊，我们就要在上面盖。哦，所以这个章平常是放在里面。对，啊，你来收信盖了，啊，就是表示你有来收这里的邮件。那缸里面好像没有，是不是？对。很多啊。没有，你也要来看。对，一定要来看，啊，不然万一人有人的时候，咱就无共收到啊，袂用的，所以一定要开，啊，一定要开的。有一封了。对，你这里较靠近邮局啊，所以有人去邮局寄信。都有这个物件。哎，有人把垃圾当进阮的油桶内底啊，而且阮人收的时候，有时候佫还粪扫给伊摕出来。现在寄信的人很少哦。对啊，越来越少。以前我都觉得浪子怎样还是会回头，后来。弟弟就是常常在外面都没有回来，到最后搞成他们要离婚了。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你要想清楚啊。然后他们两个坚持要离婚。哎，啊，我想要收那个公仔款。好。
好，感恩啊，嗯。哎呀，怎样我拢会来改修功德款。有时候是送信，哎呀，送信过来的，现在搁改修。其实刚开始嘛，是为接受伊个小孩子啊。伊跟我讲吼，伊就是足袂放心，迄个囡仔伫外口啊。我讲好啊，我讲啊，伊那阵做会当接受这个囡仔，来当互伊安尼，把迄个心拢放在伫个厝里。吼，我刚刚嘛无要紧啊。我想讲，我还是用我的那种就是真诚那种爱，给伊感化安尼。我那时候的想法也是这样。后来杨刚那是因两个弄有不好的习惯。就是都会喝酒，然后还会赌博。阿仔讲，伊伫遐的生活拢是安尼，我有想讲安尼袂用的啊。若阁继续安尼一直拌落去哦，可能会害了整个家庭呐、啊。所以刚离婚的时候，我唔敢去看，不敢去见上人。怎么说？觉得自己很惭愧，因为我们都知道，上人讲爱甘愿行啊。哦，我是嘛是，头我嘛是真甘愿行啊。后来就是走到离婚，我家己感觉该对不起上人，而且我感觉。好像家己无够一种资格，你知影？我家己做委员啊，搁咧离婚啊呢，系啊，我感觉讲对象做歹势，迄个时我真正唔敢去呢。迄阵第一年的岁末祝福，我也不敢去。来啊！等啊！我无地啊，无地啊呢。哎，哦，邱老师，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你讲平台个，我这台，因为这边这台，伊就本来我是早上要去，然后我就走，我走上去。哎呀，你黄宝春，想我这又开始，啊，你开吗？哎呀，开，再开再去呢。开心，我是师姑，金融师姑，你好，哎，邱本，是啊，我本来想讲多做两哦，会怎安尼讲啊？啊，阵我着载阮全去用看啊。啊，两点吗？哦，我十二点往那倒来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辛苦啊，而且我眼光变好。幸福了，幸福了。这两个问儿子，这个是老大，那这个是老二。小时候写到厝遐到用安尼尔啦，较少出来载，啊是较大汉的时阵，我还叫人出来载安尼。啊，因是拄啊好有放假回来啊，啊有放假回来时阵，我老拄啊等着要再回收时，我就叫人出做位出来做安尼。因较细汉时阵拢会啊，以前就是参加咱的儿童班啊，然后所以从小冇接触到慈济啦。哎呀，以前甚至人借的时阵，来看个案的时阵，要送物资啊，我嘛招因去啊，招我含我做伙去啊，我较无人，以前我拄啊三个人尔，啊所以讲我的孩子拢买到帮忙啊。我觉得也是要让他们体会到说，嗯，这回咱妈妈在这上面扛亏了哈，然后也能够付出一点一点的自己的力量啊呢，嘿，就算做好事吧，就是这样才不会制造那么多垃圾了。我们小时候没有出来收了，是我们家有分类，有在做分类，你是在家里帮忙分类。我是还有去当过那个啦，医院志工啊，可能看一些那个他们护理站或是什么有需要志工的地方，就帮他们忙，比如说跑腿啊、送资料之类的。小时候吗？没有，高中。高中。那你说小时候还做环保，玩的成分比较多。对啊，就边做边玩，小时候。长大就帮忙的性质比较大。苏姐选择结束婚姻，但是并无放弃两个好事。不但自细汉都让因接受自在环境，现在还打拼赚钱再陪因读大学。但是让人不了解的是，既然苏姐已经离婚了，谁那现在还跟大家官大做伙？这个也是很多人都会说，你如果说离婚了还要住在那里，其实我要离开是可以名正言顺的走。我两个孩子出来我就走，因为我也有工作。可是我们想说两个我们公公婆婆跟我们大姐三个啦，啊，因就是自细汉就是拢顾这两个孙，啊，其实因对囝嘛有这样放弃啊，啊，就是讲希望拢可能孙呢，啊，你搁家两个拢娶走，我妈对伊嘛是足无公平啊。我想讲，反正伊本来就无啥伫厝啊，啊，我倒伫厝，就是其实讲家里面那个变化较袂遐济啦，你若家娶出去。鬼的一种变化会比较多，对孩子来讲也会比较多啊。而且在这里，他的阿公阿妈拢该放心呐、啊。我是觉得说，大人的策略唔免唔免，让囡仔去迄个承担了、啊。而且
我囡仔是太无辜的，我的感觉是这样子。因为我伫迄个幼稚上班啊，以前咱的慈济道侣吼，啊有时阵有诶拢会一寡地址写了无好势，互推荐啊，所以我常常伫阮幼稚园底有看到一寡迄地址写无好势，互推荐的物件，我拢会家摕起来看看啊，所以就知影讲，诶、欸、有慈济这个团体安尼啊，看到真侪人吼艰苦的人，啊咱会当帮忙因，啊咱感觉该心肝诶该欢喜啦，咱。会当尽咱的力量啊，去改变的，就是讲上基本的，就是做环保啊。希望讲会当带动发展来做环保，是咱的心愿啊。因为这个，咱嘛无希望讲这个地球一直歹落去安尼啊。希望咱的下一代吼，可以当继续使用咱的地球。啊，做环保，感觉讲心里面很踏实啊。因为做环保的时阵，其实你拢袂去想啥。这种头脑拢该简单的，是安尼做尔，那你就不会去想很多的事情了。因为有时阵你也心要该烦的代志，其实你出来做代志，你也袂记一日啊。啊，所以讲做环保嘛是一个该好的迄个疏解的方式啊。我们的感情比一般的姐妹还要好，像我有什么困难，没有什么不方便的，都是她，她在帮我看医生，什么都是她在载我啦。那。我们家里有什么事情，都是他在帮我们带了。我觉得我们家没有他，可能就大概就会散掉了吧。我觉得他这一辈子唯一做对的事，就是娶到淑华。他这一辈子最大的损失，就是跟淑华离婚。妈妈是，就是他只要家里有什么事，都好像都会自己。尽他所能的扛起来做吧，然后还要照顾那个台南那边的外婆。虽然他这样就很忙，就是已经很多事情，每天还要上班这样，可是他六日还是会拨出很多时间去做慈济这样啊。然后他也不会说很累，也是很开心这样。那你们觉得还蛮厉害的？对，很厉害。我常跟他讲，我很喜欢看那个木棉花，有没有？我觉得他就像木棉花一样。我喜欢那种木棉花，就是叶子全部掉了，那坚韧的毅力就是这样开花这样。我觉得它是能屈能伸，像木棉花，所以我常常跟他讲，我很喜欢看木棉花。过去的书记唔捌有笑面，即马因为做书记，可以找当来笑容，嘛因为伊的改变，和大家大官、大哥啊，甲两个后生，拢真支持做书记。书记讲，伊甘问过去所有不如意，因为这些挫折，予伊有反省家己的机会，也有力量改变家己的态度，重新开始。草根菩提真感恩大家今仔日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